小二，我想吃笋子了，你捏身体我有点怕，捏我一路去嘛。哎，我发现你长得有点不对头哦。我就是想吃笋子了，有啥不对头哦？来没有？没有。猜出来没有？没有。那咋整啊？管他咋整，等两天看。还要等两天啊，现在。快点走，喊他奶奶看到娃儿。你看到吗？我去。哎呀，我带了一天的娃儿了，我都想出去透下气，去走一下。最好他奶奶有空喊他看到哈。妈，你看到哈儿熊一样哈。啊，就这儿奶奶马上出来了。你给他推一下嘛，你给他推一下，我等着你。就等他外向透下气，白天叫太阳大的时候，都一直在屋头。怎么？等下太阳下山，等下再把这耍哈。到了没有？背着头。在屋头待了天了，出来走下心情都好点。走，你眼睛尖，我都没看到。盆儿，嗯，你在这儿等到我嘛，我可以搬。我来目的是啥子？我要站这儿等。我焦得很啊，我都晓得嘛。已经是跑有十天没来了的姨妈。哎呀，不要纠结。明后天查，我都要抽时间去检查了。要的，听你了，走。这两天不要干重的，听没有？要的。检查了再说。来来来，还有两颗。你吃噻。这两天身子都要拔丝了，咋个整呢？你这找得到找不到都还是回事。干嘛这些都干了？只有这根儿看到，弄大根儿，还别的吃的不了，这个。点点应该吃的。嗯，不把你喊见吗？我简直看不见。雪儿，我这里终于看到根好的了。那搬嘛，勾开勾开。来，就这劲儿嫩的，地板全是老的了。你要拿镰刀来勾一下，搬下去的。下去是老的啊。哟，这一根成烟也弄大根。勾勾地上。那个，这里还两个你也搬。哪里？知道。你搬嘛。你也搬。哎呀。来，接着。刘姐，来，倒掉的。看嘛，你心心念念绳子找到弄两根儿，找了弄久。不管在这吃，够吃一顿就行了。这三文治确实有点多。你咋熬得凶不？还好吧。快走快走。还省得住。那行。那弄到我背都，结果得六根。你慢慢不往我给打出来，稍些戳到水再炒的嘛。啊，行嘛。要么你放到盐包没得，就是葱头啊。先放。哦，再放点。老二不要拿平天烤脑壳，叫他不要拿平天烤脑壳，喊了。我说完他就说了。老板你忙着一放。哎呦，如果是真的怀疑老板，真的才是腰杆到内弯。明天不去，后天去。要的。哦。那才幸福，那是幸福的港湾。嗯，幸福的不得了，幸福的我直接要掉渣哈。来，妈妈教你捡起来哈。哦，捡起来了，拿着嘛，手儿拿着。女，哎呀，夹稳嘛，讨厌。哦，夹上去要丢，要丢嘛，妈妈懒得捡儿。啊，丢丢好爽，你看嘛。没有烤人咸，喂喽，葡萄、梨子、香蕉，样样都吃，喜欢吃，喜欢吃水果这玩意儿。
给它漂一下。拿腊肉来炒喽。要的。肥腊肉喽，只有点儿。嗯。红得很喽，炒了以后才吃完喽。笋子我给你漏掉了哈。笋子啊，那要接的嘛。啊，还是炒得到一盘喽。吃饭了，不等哈爸爸要开始弄，现在没回来。本来我打电话说不回家吃。嗯，我们也可以吃。哦，你不是吃别的吗？嗯。好吃多真的，你上什么好吃？你连忙跟我自己晓得。妈，你念啥？我晓得，你念嘛。当真好吃又脆。又细呢。细呢。哪天就想吃笋子嘞？今天终于勤快的得吃了，你就没喊，想吃嘛就早中餐了嘛。嗯。